点一首歌，又是，唔知道你有一种感觉无吼？咱常常拢伫迄个车头啊，啊，看到啊，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啊，唔是啊，爱人啊，送爱人啊，去要去高雄，还是要去台东，要离别的迄种感觉。啊，你有收过你爱人啊送你的迄个离别的迄个信物无？信物无，啊，不过我想过阮妈妈的便当。哦，哇，这种的爱的便当是来做感心的吼。是啊。啊，咱今仔日吼要唱一首歌，甲离别有关系。这首歌叫做《一条手巾》啊。这首歌也是陈英杰大姐跟沈文成大哥两大歌王歌后合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虽然呢，一条手巾啊，唔是足贵重的物件，但是呢，礼轻情意重。是。这是代表一种祝福。是一种祝福，或者是依依不舍放在这样的礼物里面。是，所以咱今日带来这首《一条手巾》送给大家哦。手巾啊。